打起打到现在，有人跑香，还不上规矩。禅堂里边。 跑香的人圈子更好了，晚进禅堂的人是不能随便朝顶上插班的。里向跑香，圈子更好了，也不能随便出去啊。好像是我马上要外头要坐香了，要到外边去坐香，我就外边去跑，怎么能随便出进去呢？ 这种坏现象，打气打到现在了，还不上规矩，打什么气啊？有些人就是麻木，一点知觉都没有，就这样想了生死啊？ 一个气一个气打过去了，过去就没有了。
既然讲打七，所为何事，就要把这个七又打好。为什么要打七啊？大家不要想想吗？打七有打七的目的，目的是什么？说来说去还是老话一句，就是要了生死的。高门寺作为一个禅宗道场，在专门办这件事情的，生死大事啊，我们讲什么？打七讲什么呢？打七讲用功办道，讲参念佛是谁，说来说去千言万语，都是为了一件事情，那就是生死大事。包括所有学佛的人，无论你是什么人，出家也好，在家也好，只要你是学佛的，那唯一的目的就是了生死。学佛不是讲成佛吗？成佛就是了生死啊。了生死并不是口上说说的，我们常说吗？禅宗这一法是行门，就要在了生死的这条道路上认真的一步一个脚印的，脚踏实地的继续走。拿什么了生死啊？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了生死的法门，各行其道，禅宗也是其中之一。禅宗了生死怎么了？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件事情，参念佛是谁。既然讲到了生死，那我们也还要晓得什么叫做生死，生死怎么来的，怎么了，也不能够糊里糊涂的你不了不为了生死跑这禅堂里做什么啊？你不为了生死跑到禅堂里下来做什么？既然有这个缘分，尽管不一定参加禅堂打七的人每一个人都是痛念生死来打七的，这也是实际情况啊，个个都是为了打生为了了生死来打七的，有吧？有多少啊？作为一个人，
不晓得生死，也不晓得生死苦，也不想了生死，那还有什么话说啊？就不说了。这会缠住，这是成就大家用功办道的道场。你不想，我们也在这条路上给你做增上缘。生死生死挂在嘴上啊，是不是每个人都晓得什么叫做生死啊？不见得。我们是既然是挂着这个招牌办的是这件事情，那我们也要也要说说吧，是不啦？嗯，生死两个字是头一个尾一个，一个生一个死，生死当中有很多的事儿。老病都是在生死当中的，生老病死苦。今天我们遇到一位发心的，也谈到这个事儿，生死啊。啊，生老病死苦啊，我们一天到晚起心动念都是生死。都是在生死当中，日用而不知。你以为就是生老病死，那就是生死。我们一天到晚24小时分分秒秒都在生死当中，没了的人就是这个样子，全体是生死，全心是生死。楞严经经中佛告诉我们，那是讲的是两个根本，一个是无始的生死根本，一个是菩提涅槃根本。什么叫个生死的根本呢？从无量劫来，六道一切众生都把自己这个妄想心作为自己的本性，他不晓得这个妄想就是生死的根本，专门造生死的。
妄想心是什么愿呢？妄想心就是攀缘啊，以这个攀缘心为自性，就是我们现前一念啊，都是这个样子。说是无量劫来生死本，痴人唤作本来人。这是生死的根本呢。生死根本，什么叫生死根本？就是导妄想啊，攀缘，六根六尘妄造无边之罪，就这么来的。从无量劫来，从无始劫来，都是造的生死，没有断过。了生死，生死了了，修了生死的因，有因有果，因缘果报，了了生死，它的果是什么呢？果就是菩提涅槃，果证菩提，证大涅槃。什么叫做菩提涅槃？菩提涅槃本来的那个离体，本来是清净的。菩提涅槃原清净体，它虽然清净，一尘不染，本来无一物，但是它能生诸缘，什么缘都能生，十法界都是缘，也能下地狱，也能升天堂，也能够成佛作祖，这叫做能生诸缘。缘从哪儿，从什么地方生起来的呢？就是从这个菩提涅槃缘清净体。那我们常说的啊，一真起妄，那个菩提涅槃圆净清体就是真，它能起妄。妄没有了，妄没有了，剩下来什么东西呢？剩下来的就是圆清净体，就说是能生诸缘，缘所遗者遗留下来的，就像大地一样，一切万物都从大地生，草木丛林从大地而生，有生就有死啊。从大地生的是有生有死，大地没有生死，那这个啊，能生诸缘，缘所遗者，那就是了了生死所证得的果报。我们修就是修这个，证得就证得这个，这是楞严经中有两种根本，佛是这么告诉我的。一个是呢，无始生死根本，就是六道一切众生都把攀缘心当作自己的本心，
第二个呢，就是菩提涅槃根本啊，能生诸缘，缘所依者。初步了解什么叫做生死，什么叫做涅槃，现在先讲这个生死。生死就是盘缘心向外盘缘，参禅、参念佛是谁，它不叫做向外盘缘，那叫做自心缘自心，非幻成幻法，这是佛法的跟世间法不同的啊。楞严经，人家说是楞严经是开悟的楞严，有很多佛的话对我们启示非常重要。大家都晓得这个耳根一圆通，二十五圆通，三颗其大，二十五圆通，简显圆通，这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力啊，耳根力啊。你看看我们现在禅堂里也还讲的，不离原文的他还在讲，佛一辈子什么事都没做，就是讲经说法。十方世界的众生，有眼根力的，有耳根力的，有舌根力的，像这个香积果那舌根力啊，还有呢一舍尘力的，我们是以声舍声香味触法，就众生的根基不一样。那个耳根力的，楞严经中讲是反问文字性，性成无上道。梵文就是不出流圆尘，回过头来呢这个入流照性，这叫做梵文。禅宗禅堂打七参念佛是谁，用这个起疑情的功夫，是不是跟经中所讲的梵文文字性，性成无上道，那个耳根圆通，观世音菩萨讲，观世音菩萨不是说的吗，出于文中入流王所，这个经文字看起来蛮容易懂的，实际上推敲起来呢它有很深的道理。流，你看看人家就讲这个流啊出于文中，那个文在我们一般来认识呢就是耳根，闻到外边的音声，这叫做文，这个叫做出流圆尘。
要想了生死，要想用功办道，就要反其道而行之，不出溜元辰，而入溜赵姓，那就是反观文字性。自己跟自己打交道，石头禅师问文墨居士，问这个庞居士，他说：“你一天到晚做什么呢？”那个庞居士怎么回答的？日用事无变，唯吾自偶该。自偶该，就是自己跟自己打交道，那就是梵文文字性。这句话很重要。参念佛是谁？大家想想看，这个参念佛是谁起于情，是不是梵文文字性啊？念佛的是谁？梵文文字性。出流，出法界流，流到十法界，都叫做出流。入流照性，入流照性，性就是自己的本有的佛性。怎么才能够见到自己的本有的佛性呢？那就是入流，那就是反观。那个眼睛打开来，不向外边看，向里头看。参念佛是谁？移情得力的时候，你看这个功夫是怎么用的？就是入流造性。所以我们这个初发心消佛的人有很多的困难呢，那是很正常。楞严经讲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，跟我们禅堂的一样，参念佛是谁是一脉相承。流是什么呢？什么出流？什么叫做入流啊？流是什么？凡是一件事情，你要是认真的推敲，它这个道理就深了。什么叫做出流啊？什么叫做入流啊？这个流是什么意思啊？有很多人就把这些地方呢就忽略了。流就是法性。法性是无住的，所以它叫做流，能出能入，那不是叫无住吗？所以六祖大师讲无私法门以无住为本呐。流就是无住，你看那个水，它可以向里头流，也可以向外边流，它就不动。它要是不动，它怎么能流呢？流就是动。参念佛是谁？不明白，在这个不明白处呢，
是清清楚楚、历历明明的不明白，不是糊里糊涂的不明白，那才叫做移情。不夹杂，不间断，移情一贯，好像是这个移情啊，人家说成了片的、成了团的、成了线的，不间断呢，没有一个念头夹杂。那个移情是个什么东西？那个移情是什么？所以禅堂里想讲，禅宗讲用功，像那个楞严经，焦光大师讲舍事用根，事是生死的根本，根就是根性。什么叫做根性啊？根性就是我们自己的本觉。讲到觉，就是觉悟的觉啊，觉啊，大觉嘛，有本觉，有实觉，还有圆觉。本觉是本具的、本有的，不是哪个造作的，是非因非果的。实觉就是我们常说的，有因缘故发菩提心，这个发菩提心就是实觉，开始觉悟了。开始觉悟了，仅仅是一个觉悟哎。你要把觉悟的这个道理能够取证它，那就要修。修得圆满了，那就叫做圆觉。这个觉有这么个三部曲：本觉、实觉、圆觉。本觉我们个个都有，实觉那就有前有后了。人家我们这个社会上说革命不分前后啊，怎么了？实觉就有前有后。参念佛是谁？不明白处这个地方，说是地狱恶鬼出生没有？人天五修罗没有？菩萨声闻圆觉佛也没有？什么都没有。有了。那就是出溜圆尘，没有了，那就是入溜照性。照性照性就是我们参念佛是谁啊，起这个疑情，历历明明的，那才这个照性，以至照理。你比如说那个耳根圆通，一耳根本角那个离体，起十角那个妙智，那个智从哪儿起来的呢？还是从本角角体上起的，回过头来还照自己，就是不留圆尘，不出溜圆尘。我们现在做印地参念佛是谁，也是做这个功夫，不出溜圆尘呐，享受种种方法出来为我们做诸道因缘。讲一个放下，放下就是叫你不出溜圆尘。
出流圆尘，那个尘都是生灭法啊，那你不是造生死吗？先要把禅宗这一法用功的，这是讲用功，而不是上根立志。上根立志呢，那就不要用功啊。这是无私法门，不论禅定写作，唯论见性，他不要用功啊。迦摄尊者在灵山会上看到佛的莲花，他就会到佛的心，他用功没用功啊？他打气没打气啊？那个花，佛手上捏的那只花，就是迦摄尊者与佛心心心相印的这个助道因缘。所以这个佛法讲因缘呢，称佛做祖开悟都要有因缘。西人老和尚在冈部寺打气，那个杯子普落地，那就是缘呢，这不是缘吗？这没说坐在那儿就自己去开悟了，连释迦牟尼佛也没有。释迦牟尼佛业主明星，那个明星就是缘。世间法因缘所生法啊，除了世间法以外，那个世间法从哪来的啊？世间法是妄，妄从真而起的，一真起妄，那个真就是本有的。这个就很难懂了，说佛法讲究呢是本有的，从什么时候有的？告诉你说是本有的吗？无始能想吗？如果有始我们就能想，三千年以前五千年以前那到底有个头吗？佛法讲无始啊。菩提涅槃圆清净体就是无始，生死也无始。你看我们这凡是一些佛事活动当中都是讲从有无始以至今生。有始就有终，那就不是佛法。初步的把这个佛法的根本大道理有一个轮廓的了解，那个楞严经说是开悟的楞严呢，确实也蛮重要。我没有什么研究过楞严经，但是也晓得一点，就是起处真经呐，十方显见呐，还说到这个世界众生果度的起源从哪来的，弄得这么多的事儿，弄得我们现在人呢是浑身就是生死，痛苦的不得了。要想了生死，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人呐，苦不苦啊？要是不苦，我就待在这儿享受了，我就不要了生死了，打什么气啊？一个人再苦不晓得苦，这就麻烦了，那就没有救了。
苦，不知道是叫做苦，那你还能用功吗？啊，你还想成佛吗？这些个助道的讲因缘，讲助道因缘，都是我们时时刻刻要注意的，那我们才能这一辈子不空过，必须在走众生成佛的这条道路上我不能白走啊，啊，要有所收获。在我们宗门下人来讲呢，必须找一个难身立命之地。你看我们现在有个难身立命之地没有啊？没有啊，虽生死已飘尘，就这么糊里糊涂的过，没有难身立命之地。宗门下这个宗门下这一法，如果真正你有这个善根福德因缘，坚定走这条道路，下点功夫，找到自己难身立命之地，持之以恒的永不退转的一直走下去，那可以说是但办肯心，绝不相转。说到了打仙战，念佛是谁看？好好把自己照顾好啊！无论是在家、出家，凡是叫小佛的，
修行佛道同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想成佛。成佛唯一的一个条件，就是要了生死。不了生死怎么成佛啊？了生死办法多呢，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了生死的。禅宗也不例外，打气用功为了什么？为什么要打气啊？打气做什么？我们要知道，从凡夫具足烦恼业障深重想成佛容易吗？从凡夫走向成佛这条道路，古人讲是路漫漫兮，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很长的。这是一件事情，事出世间法，凡做一件事情都要有一个准备。你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准备，你就是搞恐怖主义他也有个准备，说搞就搞怎么行啊？禅宗道场过冬打气，这是一个重大的服饰活动。从众生到成佛，等于是一个工程一样。你想造间房子啊，还是造一个桥，还是修个路啊，无论做什么事情你都要事先有一个准备计划。我们今天打气也是消佛的，也是啊，搞这个重大工程的吧。请问诸人有没有准备？说是造房子，就说一句话就造房子了啊。要有人，有人还不行，还要有工具，有工具还不行，还要有材料，你少一行东西都不行啊，没得图纸也还不行，
那你这个房子就造不成功。我们今天搞成佛的这么大的工程，有准备没得准备啊？每个人自己问问自己，你准备了什么？就是我们今天打一个禅期也做了准备的，不准备这个就能打期了吗？嗯，那么打期准备什么？准备那在教下讲就是浅方便，讲到打七，不是像现在说打七就打七，你也来打七，他也来打七，都来打七，说的是蛮好听的。禅宗道场做打七的前准备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？我们打七是十月半，从七月半就开始做准备了。七月半、八月半、九月半，准备了三个月，这才开始打七啊。有些人就不晓得什么这个打七啊，不晓得这个打七怎么做的。那在过去禅堂七月半大进堂，八月半请旨，九月半家乡，到了十月半这才开始起打七。打七的浅方便有三个月的时间才能够进入打七，你看现在过去打七七月半大进堂啊，啊，不是随随便便，任何时间想进堂就进堂，想溜就溜了，那像什么禅堂啊？嗯，过去讲住禅堂，一住三年，三年一期，可是不能出不能进的。像这些个先决条件我们都做不到，所以这个打七的质量就是每况愈下。到了打七了，也不上殿了，也不过堂了，也不出坡了，啊，是人家可以说是啊，茶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般般如意，现处事事现成。为了什么？就是给我们做打七。